当我拿小瓶子不好意思，加了水吧。嗯，没事，我们等会儿就吃什么。嗯，哎，那边商场好像要有一个火锅店，走路几分钟就到了，同事经常去吃，走吧。你自己去吃吧，我不太想吃。哎，那咱们去吃烤肉也行，吃烤肉。哎呀，你别碰啊！不是，你今天咋了？你累不累啊？不累啊，平时加班都这个点了呀。你天天应付那么多女生，你不觉得累吗？啊？什么女孩啊？哪有什么女孩？不就你一个吗？那你这是什么？哦，你说这个啊？你别动了。怎么样？我不是怕你吃东西的时候头发碍事吗？特意为你准备的。哎，你该不会以为这是别的女孩的吧？你吃醋了？你还整得挺明显的，真的。哎，那我以后只罚你可以吗？行。干嘛？